你好，皇家食堂外送。紫薇，我讲无定啊。我叫的啦，不都要啦。紫薇，辛苦你啊。没了，请不仔细。小燕，大家讲起代志，向我们医院去调查清楚，再交报告。嗨，阿伯，我先把这餐盒提出来。免啦，我唔紧啦，阿哥，好，进去。啊，紫薇，来，进来好不好？我先到。哎，对啊，紫薇，啊，你咪店面感觉会无用，我爱送无？哦，无啦，下晡休困。哦，安尼介好，安尼陪我食饭，我家一人食饭哦，足趣味，足寂寞。啊，青木社长，歹势啦，我等下阁有代志。啊，阮妈在南部，啊，我等下阁要去邮局摕领物件，行上不了一工啊。哦，啊，恁妈恁哪会去南部？伊去南部看阮姨妈，就是阮爸的亲阿姨。阿姨？嗯。对吼，我阁有一个真听话、真惜我的阿姨。那你讲话，你的姨妈应该岁数未少，已经八十外岁了。啊，身体敢唔勇健？伊身体无啥好呢，伊倒伫个眠床，已经一段时间啊。啊，最近状况愈来愈歹，时间嘛剩无偌济啊，所以阮妈才会专工走一逝。是安尼啊？对啊，姨妈是看我甲小春大汉的。我相信伊一定是一个足温暖的时段。姨妈伊伫个等台爸回来，唔知影阮妈即逝去，敢会甲姨妈讲阮爸已经过身啊？伊人若是真正离开啊，唔知影爱甲伊讲真相，还是爱互伊留一个希望。啊，青木先生，歹势啦，我无说你阁讲伤济啊，我即马要来办代志啊，啊，代志办煞了后，我要靠阮妈讨论姨妈的代志，我先离开啊。好啦，就是讲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，你尽量开出。多谢青木先生。我要安怎甲伊讲？金辉已经过身啊！皮友，金辉，金辉，你回来啊？你什么时阵回来？拄回来无偌久啦，歹势，我甲班教，还是讲阿姨咧，伊即摆状况安怎？医生讲伊剩无偌久的时间咧，啊，不过伊若看到你回来哦，一定足欢喜的啦！啊，来啦来啦，进入来，进来，进入来。娇，你是青木先生？你哪来家？你叫做金辉是要从啥？无啦，啊，我着听着紫薇讲，讲这位时段，伊的时间无多啦。啊，不过所以伫哦在等金辉倒来。既然我甲陈金辉生做一模一样，我咧想讲啦，无定着这是缘分，我当帮助这个时段，可以当完成伊的愿望，让一切圆满。多谢你，金辉，真是是金辉，你回来啊！是啊，我回来啊，阿姨。这几年何里烦恼啊？我早就答应替恁两个做结婚的见证，今嘛总算实现愿望啊！把有缘的人牵做伙，我算讲。功德一件。阿姨，歹势啊，我知影是我唔对，互你为着我甲阿玉的婚礼烦恼这么多年，即阵我回来啊。我袂阁甲伊的手放开。金
木先生哪会知影我的小名叫阿玉啊？这是我一世人常常要牵着的手，我做小事请你顾着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未来我一定好好弥补伊，让伊知影讲，伊是我一世人最爱的人。我的家也永远有有那样，我希望你能永远记得，不管我人在哪里，我的家家永远都有你没我孩子的问题。阿姨，多谢多谢你愿意等到我回来送你，也多谢你让我可以在爱国的面头前讲出我最想要讲的心内话。青木先生，今日真正就多谢你。无啦，这是我应该会做的。我是讲这是我会当做的啦。啊，看到阿姨这么欢喜，我也很感动。这样说可能会很失礼。青木先生，我知道你跟我们紫薇很有话说，我没反对你们交朋友，也不过我们单家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再管了。我跟你以后也不要再见面了。你怎么像说这种话啊？我今日更唔做唔着啥，也是讲我叫你阿玉啊。迄时我听有紫薇讲，我唔才知影。我为着要骗过阿姨，我想话想话，我就讲出嘴啊。因为实在是太过神啊！你叫我阿玉的时阵，甲真话开嘴一模一样。歹势。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有时阵会把你当作是正妃，也唔管安尼是唔对的。就参照小春讲的，你会予人讲话，我嘛无希望家己得等二十八年以后，阁会予人讲伊啊话。阁安尼继续落去，分一个花啊，还阁有青木先生甲你的夫人，可能拢会受到伤害。多谢你这阵仔的关心，我就无讲再见了。阿玉，阿玉，你听我讲好吧？玉玉，我真正没有咱的感情观的唔夹夹啊，安尼真正太痛苦了。只要我伫，等下后盖袂过这样辛苦。我来打电话给阿妈，她应该是到厝啊。哎，你妈刚在头前嘞。小舅，想做你的爹家。妈，你不是讲你去看姨妈，想做你跟小舅做伙。就我咧，紫薇要听到消息了，家己大叔大姨哦，去阿姨遐。啊！即马送你妈回来。小舅，我已经拜托你，莫阁接近我妈。我唔管即马你对我妈是啥物想法，啊，不过你已经造成我的困扰，所以请你莫阁接近伊，莫阁影响到伊的生活。歹势，娇娘，我送陈经理回来，实在有代志要请教江小姐。小舅，想袂到直接拄着你。就当啊，安怎？即马话你要甲我指教一下。本来这个代志是跟我无关系，经过今麦合作也确定，咱三间公司行动一体，所以我不得不关心。小舅刚刚对江小姐有特别的心思哦。迄天我替你办生日的时阵，不过小舅无在，而且江小姐跳舞，也唔过你看伊的眼神，伤暧昧啊，已经有真侪人在讲话。
我只是认为大家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。来就当你嘞，你是有某囝的人，啊，无即马几点嘛？你人搁徛伫遮，有啥物代志袂当来公司讲？要是讲你想要假公济私，小舅，请你莫安尼讲话。当初对我们是这种人，你莫帮不着我甲阮妈。好啊，你拢莫搁讲啊，都到这为止。我已经甲青木小舅讲好啊，以后袂搁见面。大家烦恼拢袂发生，请就当输掉，也阁有亲母相救，莫以为今仔日个代志去影响着你。我忝啊，想要较早回去休困。就当输掉，歹势。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敢会当另讲再讲。相救，今日多谢你。假使你真正为江小姐设想，最好莫阁甲伊见面，让伊警卫失去政府的伤痛走出来，才是对伊最好的。看起来你真关心江小姐呢吼。是，因为政府，这是我应该做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看起来江小姐伊也毋知影讲你甲彭董的，就是咱政府结拜兄弟。确实唔知，我甲姚武嘛是前一阵啊，才知影江小姐真正的身份，因为政府过身了，江小姐的个性一定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所以我姚武决定暗中照顾因一家伙啊。哦，这理由真好啦，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我已经恢复记忆啊。我知影你甲彭姚武，你是因为心虚。才不敢公开诉讼。我想代志，不是陈柔所讲的这么简单啊。可能有内情，你不敢讲出来，让江秀才知影。啊，若无江秀才若知，你个笨蛋的，就变作事业玩笑了嘛。小舅，你真熬我白想。我跟姚母确实是暗中咧帮助伊一家伙啊，而且支持你。我嘛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你嘛真牛啊！讲话面色拢袂变的哈、啊，是讲周董诶，你做代志敢真正问心无愧？小周，我来感觉你今日对我讲话特别有诚意。你现在想要讲啥，会当直接讲出来。为滴，我无希望你参与对姚母安尼对待我。既然要合作，双方拢蛮有情感。卡叔是为了江小姐，我真感谢你这么关心你。不过我也相信，这一切政府拢看在眼内，一定无希望有一个生做甲伊一模一样的人，一直搅扰江小姐。一直步一步拢是伫咧算计，伊的目的就是超过伊想要接近嘛。不过我看青木先生无常就是迄款人啊，而且哦。伊今日对你姨妈讲，妈不管伊讲啥，伊就是想要让你家己认做爸，你莫让伊骗去啊！你若是无甲伊保持距离，甲伊安尼愈行愈远，到时阵伊太太若是知影，你要怎甲伊太太解释？哦，小春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妈伊绝对无可能。哥，你嘛是，你嘛莫阁甲亲母亲去行遐尼远。伊对妈有心思，我已经冻甲足忝啊！你莫让伊有机会，阁为你才探听啥物消息。好啦，我知啦。伊敢真正是伫搬戏，一个人的面会当洗做同款，也毋过，敢有可能连讲话方式，还阁有眼神，拢遐尔啊神？